前副总统吕秀莲，他出现这个世界人权日的活动，但是对主持人的礼服呢，他当众批评并不得体。阿公阿嬷都 Google 下面，对不起 Google， 会感动。担任世界人权日开幕主持人，童星出身的赵婷口条清晰，但这一身装扮，同为女人的吕秀莲很有意见。我们今天主持人的穿着，好像也不是很得体，我不是对你个人。当众被数落，赵婷有够尴尬。看看赵婷的穿着，斜肩黑色小礼服，露出大半个肩膀，设计感十足。对照穿着咖啡色毛领大衣、黄色内搭的吕秀莲，服装显得中规中矩。两人造型确实差很多。尊重他啦，谢谢他。但是因为在我们在主持活动的时候，因为我知道今天是世界人权日的系列活动，我还特别就是穿着黑色的小礼服，因为他是很尊敬的一个场面嘛。言谈中难掩委屈，谈起服装，吕秀莲也不是永远这么保守。网袜、蝴蝶网袜，吕秀莲都大胆尝试过，但吕秀莲管的还不止这一项。刚刚小朋友的唱歌，对我，对很多人来讲，心头是一种反讽。歌词的意涵吕秀莲有意见，有话直说的吕秀莲直接开炮，但服装品味见仁见智，怎样才叫合宜，每人角度眼光各不相同。陈仁秀、刘文斌、薛永豪台北报道。